去跟酒家 LV 而停止写满了想你每逢你每一句关心两颗心慢慢靠近每次交集代码都是喜欢你就为遇见你想要在一起住进你怀里走过每个四季收入边际我和你每一段奇迹有甜蜜的程序收入边际我和你每一段奇迹有甜蜜的程序还在加班吗？师傅，哎，如爷。哥八卦一下啊，这个你是怎么说服江总让你留下来的？对呀，江总平时那么有原则，不大可能朝令夕改啊。是啊。那个我的妈妈和江总的妈妈是高中同学，所以是这种关系啊。你有这种关系你还女扮男装？就是。对啊，我之前也不知道呀。自罚一杯，必须自罚一杯。你知道为这事儿，我们大家都担心一周了。对，尤其是我这火上，你看我这嘴啊，烂的。哎呀，你看我这颜色也是，都上。来，举杯，举杯，举杯！来，陆离是女生，我们就别灌她酒了。哟，你瞧瞧，陈总这叫怜香惜玉。哎，男生照顾女生也是一种绅士行为吗？哎呀，你们呀。要我怎么最喜欢听你说话呢？你这一董洁就是一鸣惊人。大伙啊，我怎么了？跟人多学习学习呀、啊。学什么？要不然你怎么就活该你没女朋友？切，你懂什么？你这一天天的。来，哎，不对。你们看啊，这大黄一晚上没干别的，就搁那发信息了，怎么的有情况、啊？情。有点小情况啊！春天又来了。既然你这么问了，我就公布一下。不好意思啊，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呢，我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对象的一个野指针了。哎呀，这从加班的时间和频率来看呀，网恋吧？可以啊。哎呦，是不是？这姑娘啊，是我关注了很久的一个游戏女主播。这不巧了。前几天这不奔现了吗？来吧，祝福我一下吧！哎，恭喜大黄奔现！谢谢啊！你说人家女主播能看上你吗？怎么回事？这话题又被你聊得稀碎。我们程序员现在是很吃香的，能陪聊，能陪玩。文能编程序，武能扛电脑，都是程序员。你这话埋在谁呢？大黄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儿子，你错了。我继续聊啊，我不联系他吧，他着急。来，还说要跟我一起吃饭，骗子。
哦。哎，慢点啊！我先走了，走了，拜拜，注意安全啊，拜拜。陆队长，辛苦了，拜拜。陆林，哎，那个你怎么回去？我打车回去就行。啊，好，我送的。哦，那好，那个一鸣、陆林，那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注意安全啊，路上。拜拜，拜拜。陈总，说好了我请客，你怎么又把单给买了？那你更得好好做早餐了。回来的时候给我带炸鸡。走吧，我叫来代驾。我还得买东西，你先走吧。不管你要买什么，我今晚答应送你回家了，走吧。啊。好的。你也不问我吃什么口味，要一只还是半只？哼。妈。儿子，吃饭了吗？我吃了。是什么好东西呢？你什么事儿啊？小黎呢？我想看看我的宝贝儿媳妇。她跟同事出去聚餐了。那你怎么不去啊？我是老板，我去的话他们还放得开吗？那倒也是啊。那你什么时候去接他？我不去，他自己搭车回去。哎呀，你看你一个女孩子那么晚了肯定会害怕的，你快点开车去接他好不好？不去。老公，你陪我去接一下小林。我去，你别叫我爸。那还差不多，赶快去啊。哼，看在我妈的面子上，我就去接你吧。我已经在停车场了，你在哪儿啊？陈总，你真的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叫个车回去就行。这么晚让女生一个人回家，可不是我一贯的作风。你们既然都夸我绅士，那我得绅士到底啊。走吧。一鸣，一成，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不是也在吗？我们刚刚聚完餐，过来陪陆离买点东西。陈总对下属还真是体贴啊。你忘了，他既是我直系下属，也是我粉丝啊。江总，陈总，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你回家刚好顺路，我送你。我们先走了。陈总再见。我刚才给你回微信了，你没看到啊？看到了。那你怎么自己出来买了？哎，你要干嘛？我吃炸鸡啊。哦。你开车不方便，我帮你拿吧。你也吃。我刚才聚餐已经吃很多了。你吃饱了你买这么多干嘛？这里有一半是你的。我真的吃不下了。陆林，这炸鸡可是你买的，浪费东西可不好。啊，
我终于吃完了。表现不错嘛。还有其他事儿吗？嗯，你今天没打扫卫生呢。咱们俩白天是一起出去的，而且房间这么干净，不用每天都打扫。你要是想偷懒就直说，我可以理解为你今天聚餐太累了。渴不渴？给你做点饮料喝。等会马上就好。来啦。嗯，家里的速溶咖啡做的，你尝尝。香蕉味的。是啊，我跟陈总学的香蕉拿铁，这里面放了很多奶，我怕你晚上睡不着，只放了少量的咖啡。我不爱香蕉，更不爱拿铁，我不喝。很好喝的，你喝了就知道了。来，哎呦，哎。对不起啊。你对不起什么？我杯子没拿稳，我去清洗一下。哎，太晚了，明天再弄吧。我不清洗会留印子的。随你。你好，我给你带了南瓜粥，它是低脂的，不胖的。萱萱，你怎么这么衰呀？衰吗 ？Sweet。哦，你是我女朋友嘛？应该的。那你赶紧进来吧。嗯。哎。哎，你知道吗？那个游戏主播啊，一会儿要让我直播 PK， 他知道我打不过他，他就是故意的。那你就找个理由嘛，拖两天，我再帮你集训两天，赢他没问题的。粉丝都等着呢，要是我不应战的话，别人肯定以为我是害怕他，不敢跟他打。那怎么办呢？萱萱啊，我觉得吧，要不你帮我打吧。我帮你打，这不合适吧？这不代打吗？欺骗观众啊！萱萱，就这一次吧，好不好？就一次，就这一次。行，没问题，我帮你打，咱们把场子找回来。萱萱，你对我最好了，有你在真好。我去准备一下啊。哎。喂妈，您有什么指示啊？大清早打电话。今天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你和小黎办。哎，我们都有事儿，办不了。反正地址发给你了，你要是赶不来，我就亲自去公司找你。我们来这儿干嘛呀？不是去公司吗？不知道，妈让来的。哦，走吧。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哎，一会儿见机行事啊。嗯。妈。
妈，公司还有工作，有什么事儿您赶紧吩咐。我知道你们忙，我不是已经答应你们婚期延后了吗？但是并不影响你们拍婚纱照啊。摄影师我已经找好了，来帮他们换上。哎，先生，这边请。小姐，这边请。这边。这边请。哎。喂。好帅呀、啊！哎呀，这张，哎，不错吧？怎么这么笨啊？走路都走不好。高跟鞋太高了，不习惯。让你穿你就穿啊，这么听话。哎，你这个衣服太薄了啊，赶紧换衣服。儿子，刚才拍的真的特别好，再多拍几张好吗？哎，我们着急回公司。哦，那行，那我跟摄影师跟着你一块儿去公司。那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借台电脑，我在这儿办公。这个。哎。啊啊！我的心好痛啊！我要跟你爸爸打电话。哎呀，妈，您先别着急，江一成可能觉得这种摆拍的风格不适合我们。那什么风格合适啊？你又拍，你还拍？帅的，进。哎，摄影师发过来的照片你看了吗？就那几张照片，有什么好看的呀？我知道你不想拍照，但是我看妈准备了那么多，我不想让她失望。所以你拉着我拍照片，就是不想让我妈失望啊。嗯，我累了，睡觉了。哎，摄影师说让我们挑几张照片精修一下。那不就是应付我妈的道具吗？有什么可挑的呀？
换一张。你不是睡觉去了吗？你选照片选得太吵了，磨磨唧唧的，往里面去。哪儿吵了？哎，我来选。你这是什么表情啊？拉低了我的大片的质感。挺好的呀，一点都不奇怪。哎，哎，精彩的来了啊！你嘴怎么张这么大呀？看看，就这样，就这样挂在电视上，还能辟邪呢。婚纱照要笑起来才好看。你去睡觉吧，我自己选。哎，哎，你干嘛？我得监督着你啊，万一你选了我丑照怎么办？你这样我根本没有办法选，你给我锁。哎，你看，你看，放大，放大。你别光看我，你看看你。我怎么了？我这表情多帅啊！这深邃的眼神，你看哪儿呢？还深邃？你看你恨谁呀、啊？这什么眼神啊？你看看你的，看看你的，婚纱照就是得笑。不，我这样叫高级。你看你这个，辟邪，辟邪专业户。我哪儿睡觉了？什么声音啊？你怎么不穿鞋啊？你醒了？我怕走来走去吵到你睡觉。你已经吵到我了。喏，穿上。谢谢啊。你这是在做早饭啊？嗯。那算了，你做吧。我说你动作再不快点要迟到了。哦，不好意思啊，我换身衣服马上出来。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到公司再吃吧。大家早。啊，哎，嗨，见主有份。已经有主了。你是不是要贿赂江总？你走后门我不歧视你，但是你要凭实力跟我公平竞争。你炸毛的样子好像猫猫。猫猫是谁？一只猫。你，哎，行了行了，别闹了别闹了。大华啊，大华，大华。嗯。哎呀，怎么了？江总来了。来什么来啊？你那项目演示准备好了吗？吓我一跳，昨儿晚上就弄好了呀。哎呀，行行，赶紧喝杯咖啡，精神精神。各位，这投资人呢，不单单是来看咱们做的游戏，更重要的是要看做游戏的人。所以今天咱可千万别给江总丢脸啊。嗯，好。大华，嗯，你怎么这么困呀？昨天又加班了？没加班，陪女朋友打游戏呢。真是要女朋友不要命。你们这些单身狗懂什么呀？这叫甜蜜的负担。
呀，时间差不多了，各位，这么重要的场合，以示尊重，少啰嗦，换起来吧。办公室怎么连吃的也不放啊？这个路口吧，送吃的时间都没有吗？说程序组的人怎么在办公室吃东西呢？原来都是你带的头。今天是特殊情况，这些都是陆离做的。看卖相就知道不好吃。卖相还可以啊，而且味道真的不错，你要不要尝尝？我才不会饥不择食呢。嗯，对了，你昨天干嘛去了？给你发消息也不回。我跟我妈办点事儿。这么巧，陆离也请假说陪他妈办点事儿。我先走了。嗯，对了，嗯，办公室吃早餐罚款200，自己去人事那报备。哎，你什么时候关心起公司的规章制度？现在。嘿，我们这款游戏呢，着重突出了游戏玩家在对战过程当中的打击体验感，而角色的行为动作是最能够凸显打击体验感的主要游戏要素。我们从美术动作和程序变速上更高标准地满足了玩家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 demo。 雷哥，嗯，哎，开始。嗯，还能出现这样的失误？对不起啊，江总，都是我的错。你别跟我说这样的废话，因为你一个人的失职，让大家半年的努力成果全部打水漂。你一句对不起就能承担吗？
我知道江总，不要再叫我江总，你不配待在程序组，三天时间交接工作。江总，马总走的时候说投资的事情在意，我看八成是客套话。陈东那边也想跟他合作，人刚出公司，徐远之的电话就追过来了。徐远之最近在打离婚官司，好像前两天还上过热搜。等我腾出时间，我会让他把欠我的变本加厉还回来。我今天早上是不是问你准备好没有啊？你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你准备好了，你有那睡觉的功夫你再检查一遍，何必把江总给冲撞成这样呢？行了，老袁，你别说了。我是江总招进来的吧？他现在不要我了，我，哎，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啊，那我该怎么办呢？哎呀，自打你进公司以后，一共有过三次失误，但前两次都涉及技术难点，但这一次像这种低级错误，你还是第一次犯。全公司都知道，程序一组是江总的亲儿子，江总估计是觉得你给他丢人了。大黄，你最近是不是很累啊？如果工作压力大，任务重，你就跟江总反映，他会酌情处理的。我最近累是累了点，也就陪女朋友嘛。你们也知道我女朋友是个游戏主播，那我陪她无非就陪她打游戏嘛。我女朋友是陪好了，这工作陪砸了。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呢，虽然都怪大黄，但是江总把他开除了，是不是有点太严重了？是啊。哎，陆离，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吧。我是想说，你能不能跟江总求求情啊？他应该不会听我的。你最近都给他带早饭了，而且最近关系不都挺好的吗？那不是。哎，陆丽，我求求你了，你就试试吧。你看你那事儿，江总都把你留下来了。如果这时候你不帮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小陆，大黄说的对，你就试试吧。小陆，好，我试试。江总，陈总，那我先去忙。江总，这个是我们程序一组的工作月报。放这儿吧。还有事儿啊？江总，你有没有听说过拿破仑征战意大利的故事？继续。拿破仑有一次在夜间巡岗的时候，发现巡岗的士兵睡着了。在征战期间，士兵的一时疏忽有可能会断送全军，但是拿破仑并没有吵醒他，而是拿起枪替他站起了岗。士兵醒来以后颇受感动，从此以后更加英勇奋战了。你想替黄仁勋说情？江总，大黄已经深刻反省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再给他一次机会啊？如果是士兵的错误造成了军队的损失，你觉得拿破仑会怎么惩罚他？拿破仑会宽容体谅他的士兵，然后从轻处罚，这样既树立了领导威信，又会让军队的战斗力大增。如果因为一次无心的措施就开除为公司效力多年的老员工，那其他员工看着也会心寒的。
我不是拿破仑。做生意计较的是利益得失，我不在乎一个无能的失败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做错事情就应该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也太大了，能不能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如果我们能让投资人回心转意的话，就让大黄留下来，好不好？你惦记的人可真不少啊！你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谈条件？走后门的下属，还是户口本上的妻子？我只是就事论事，希望你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件事。陆离，需要冷静的人是你。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公司老板娘了吗？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插手我的决定了吗？清醒一点，你只是名义上的江太太，出去。说情失败，反被江总给教训了。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公司老板娘了吗？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插手我的决定了吗？清醒一点，你只是名义上的江太太。陈总，介意分我一半空间吗？去替大黄求情了。失败了，还被骂了一顿。医生生气的时候说话可能会有些伤人，你不要往心里去，等他冷静下来就没事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大黄是做错了，但也不至于被开除啊。同事之间呢，可以讲友情讲情分，但是作为领导者必须要为整个公司负责，所以只能是先站在领导的立场再谈友情，不是他不想讲情分，而是不能。但这样的处理方式未免也太强硬了，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给他留。请举起你的手，依次放下大拇指、无名指和小手指。加油，我们会陪你走向胜利的。幼稚，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公司老板娘了吗？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插手我的决定了吗？你只是名义上的江太太，出去。我刚刚是在陈述事实，是他自己心理承受能力太差。江总，你午餐到了，我顺手给你拿上来了。我没订午餐啊。哎，没错，这写着江先生说。不要因为别人的过错虐待自己的胃，不能扔哦，浪费是可耻的。陆离呢？哦，他跟陈总在楼梯间呢。那我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你刚刚步入社会不久，慢慢的就会发现职场的残酷。好，先不管这些了，先帮大黄把 demo 改好再说。反正我们程序员呢，最擅长的就是解决问题。嗯，你们在干什么？真会赶时候啊，正说你坏话呢。我先去工作了。怎么？打扰到你们了？哎，你能不能对女孩子绅士一点？我对你不够绅士吗？江太太。
可算回来了，我等你半天了都。医生和陆离结婚了？对啊。你怎么知道的？不是我说的啊。你哥跟我说的。他们什么时候结婚的？就前两天领的证。一鸣哥哥，你不会生气了吧？我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是我哥说他要隐婚，不让我跟别人说的。我没生气，就是事情太突然了，我没有回过神来。他俩认识的时间没有多长吧？有我们家老佛爷发话，我哥结个婚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一鸣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见见叔叔阿姨啊？你坐那儿，我给你倒杯咖啡啊。好，我要加爱心的。好。你不是说好要隐婚吗？影响你跟陈一鸣感情发展了。如果你那么喜欢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跟你说过了，我对他只是崇拜。女人对男人的喜欢都源于崇拜。你怎么这么难沟通啊？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江总，是你说的，在公司里保持距离，不谈私事。我怎么说也是你名义上的老公，你跟其他男人过于亲密，我都没有权利过问一下吗？好，你有权利过问，我有不回答的权利。不回来算了，这些吃的全都是我一个人的。我感觉我这头发离我而去了，雷哥，走了，走走，洗漱去。哎呀，陆离啊，这个 demo 你交给江总吧，我怕他见着我又生气。哦，行，但他现在还没来，估计要到下午了，你先去睡会儿。哎。那个女人公开在直播上给我下战书，你快来救我！我这刚加了通宵的班，改天行不行？不来算了，你就等着我被全网嘲笑吧。陆离啊，我那个出去一会儿啊，反正现在也没事儿，一会儿我就回来。哎，那个江总那边要有信儿的话，记得告诉我。嗯，好。哎，我去了。哎，你不是不来吗？啊，我怕你生气，所以我觉得还是来一趟吧。
算你有良心。哎，这样你累的话先躺一会儿，一会儿我到时间叫你。哎呀，我睡不着，我给老板捅娄子了，他要开除我。那么严重啊？要不我们找机会请他吃个饭，或者送点礼什么的。没用的，他最讨厌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了。江总，喂，江总啊。哦，现在啊。啊，好，我马上过来。哎，怎么了？江总让我马上过去一趟。那 PK 我，没事的，还是工作重要嘛。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这样的话我也能帮你说说话。哎，那你等我一下啊。啊。江总。哦，这是我女朋友萱萱，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好我们在一块儿，所以我就把她一起带过来了。江总你好，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坐吧。哎，来。听说你已经反思过了，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我不应该因为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而且还自以为是的没有去检查，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还有呢？还有啊。我这上午外出的时候我请过假了。你自己犯了错误，没有勇气承担，找一个小姑娘当说客，你就是这么反省的？不是。我是想吧，陆离和你的关系比较特殊，所以我觉得你见他比见我心情会好点。我跟他关系哪儿特殊了？你不是让他破格进了程序组，还没事儿去办公室找他吗？自作聪明，你要是把你一半的歪心思用在工作上，我还用在这儿跟你说吗？之后什么打算？什么意思啊，江总？我一开始我就跟着您了，编程都是您教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公司和离开您啊。现在这都害怕了，江总，我不瞒您说，我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我早就跟你说过，做游戏讲究的是团队合作，我不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像林书天一样是个游戏天才，但是你们至少每个人在自己负责的领域稳定发挥。如果一个人出现了失误，那就是整个团队的失败。不只是老板，团队的其他人也会考虑你值不值得信赖，能否继续在团队中。江总，我知道我把项目搞砸了，大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都在怪我。其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工作中出现不顺心和意外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在我这儿不能出现可控的失误。我知道。下次再犯错的话，直接走人。我，江总，我不用走了。我不这么说的话，你能长教训吗？是。我主要担心，你从我这儿走了之后丢我的人。下午准时上班。放心，江总，那，我们就先撤了，我不打扰你了。嗯，哎，走。下午见。江总，我还以为你不肯再露面了呢。这是重新修改好的游戏单吗？所以你夜不归宿就是为了这个？你不是追求现实利益吗？如果我们程序组能争取到让投资人重新评估的机会，大黄是不是就可以留下来了？不能。为什么？我明白你作为老板要对公司负责，那要在挽回损失的前提下，不能讲点情面吗？拿破仑或许可以替他的士兵站一次岗，但是他的士兵再打瞌睡怎么办？能替他站一辈子呀？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这种低级操作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带我来酒店干嘛呀？你不是说有事要办吗？你怎么走个路也这么麻烦呀？在这待着，一会儿有人过来。
随机应变。好。哎，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江总让我来的，他还让我隐蔽起来。但是我今天上午刚和……轩轩，你认识啊？我女朋友。没想到江总这么有效率啊，一分开就约我见面。想见你。江总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了。哦，这样啊，那看来是我误会了。哎，也没有什么好误会的。那黄荣轩怎么办啊？反正我也不太喜欢他，我只是需要他陪我打游戏而已。现在不是有你了吗？可是我不喜欢混乱的关系。公司了吗？你是要跟我分手啊？行，我同意。好啊，黄仁轩，你把他们合伙起来算计我是不是？是你心术不正，算你狠。江总，对不起啊，是我看错人，还麻烦你出卖色相帮我。以后找女朋友啊，擦亮眼睛。我也是迫不得已。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呀？谢谢江总。他前女友给的。陆林，你去买单，我去洗个手。哦。我错了。什么？没搞错吧？我失恋，你苦大仇深干什么呀？我误会江总了，我昨天还对他失望来着。哎呀，你呀是不了解他，别看他冷酷无情，对什么事情啊都不感兴趣，其实呢，他是什么事情都明白着呢，关键的时刻还可以跳出来 hold 住全场。这样的人要捕获人心啊，是一捕一个准啊。我早该想到的，他那么聪明，怎么会做错呢？大黄人呢？哦，他回公司了。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我请你吃顿饭吧。
我不想跟没脑子的人吃饭。是我段位太低了，没有领略到你最强王者的战术，你就不要跟我这个小青藤计较了好不好呀？看心情。你是我认识最完美的人，你是 IT 行业中最有天赋的程序员，是程序员中最会做生意的老板，是老板中最会打游戏的游戏高手，是游戏高手中成绩最好的学霸，是学霸中最帅的颜值担当。怎么样，开心了吗？马屁精。哎，我还有更多更华丽的词没说呢，你要不要听啊？再盯着我看就要收费了。我是在用眼神膜拜大神。你干瞪眼跟我叫板的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觉悟啊？点菜。这个主厨推荐菜给我们来一套，然后你喝什么？橙汁。哦，有冰奶茶吗？抱歉，我们这里没有。哦，那我喝水就好了。啊，好，我去下洗手间啊。哦，哎，你是掉厕所里？附近有很多奶茶店，不知道你喜欢喝哪种口味，就把每一家的招牌全买了一遍。你是特意去买奶茶了？嗯，这个是有奶盖的，你尝尝。好喝吗？嗯，甜。不过这么多，我怎么喝得完啊？哦，喝不完就给公司里的人分呗。不行，这些全是我的，谁都不许抢。吃饭吧。嗯。哎，这也是我的，那个才是你的。好了，我请客的，你怎么把单给买了？哎，没事，先回去吧。哎，你奶茶都没拿，你不是说好的都是你的吗？
一鸣，把那个引擎架构书给我。你是谁啊？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外人不能进吗？对不起，我是来面试的。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在你刚才吃完饭的时候。哦，小曼，你来了。你们认识啊？我们大学的师妹叫黎曼，来面试助理的。哎，都20个了，怎么样，符合你要求没有？挺安静的，就你吧。奶茶我放冰箱了，你现在想喝吗？所以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但是你要记住了，你一旦做出选择，你就必须要负责到底，明白吗？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我等会儿真有事儿，我改天再请你吃饭啊。哎呀，你先坐下，你坐下，你听我说啊。哎呀，你是我失恋的见证人，在我这么脆弱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把我抛下呢？你其实可以去找江总。哎呀，你别跟我提他，他就这几句话就把我好不容易追到手的女孩给拐跑了。哎呀，我这人生低谷期啊，又创了新低。我跟你说，我现在不能再接受任何的刺激了。哎，你别整天年纪轻轻的就什么心低啊，什么低谷啊，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呢。我的脸，哎，小七，我认识你吧？你是陆离的女朋友？嗯，闺蜜小七，嗯，公司同事大黄。大黄哥哥你好，哎，七雪你啊，别那个这小溪啊，哎，你好，哎，大黄哥哥，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一个闺蜜时间啊？可以，当然可以了。你们聊，那我先撤了。嗯，拜拜。哎，终于走了，来，咱们说正事儿啊。你跟江雨辰到底怎么了？谢谢。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昨天突然就生气了。他开除同事那事不是解决了吗？你又哪招惹他了？我也不知道呀。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好好的，气氛都挺好的。然后出门的时候他就生气了，回到家里还在闹那种。他那猫一天狗一天的脾气，不会是精神分裂吧？我是精神分裂，那还容易呢。起码有规律可循。那再往前推推，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有。如果你那么喜欢他，为什么要跟我结婚？我对他只是崇拜。女人对男人的喜欢都源于崇拜。他不是吃醋了吧？我的梨，你终于熬出头了。我觉得不像，他就算是吃醋，他肯定也不会吃我的醋。嗯，也
对，毕竟他跟陈一鸣的激情比你都要长久。可是他现在也算是名义上的老公啊，就算他对你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吃醋，那也可能是男人的占有欲在作祟。狮子座的领域和权威是不容许别人侵犯的。我觉得也不太像。哎呦，这老猜来猜去的，什么时候才能谈恋爱啊？女追男隔层纱，你懂不懂啊？要不晚上你找个好点的餐厅约他见个面，然后话题合适的话你就表白试试。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中间隔的那是铁丝网，万一他拒绝我了，那以后我该怎么办呀？多尴尬。感情中总有一个冒冒失失的人，事情才能进展下去，不是吗？行了，你别想了，想来想去越想越复杂。走了，不吃了，我得带你化妆准备准备。走，不行，等会儿还有工作。哎呀，上什么班呀？当然表白比较重要了。哎，走了，不，走，快。晚上我想请你吃饭，本来昨天就应该是我请的。三年了，你终于敢出现了。好久不见，一成。看来李小姐过得不错呀。你以前都叫我小曼的。啊，你不说我都忘了。拿走那些钱呢？都用光了。这次打算以什么身份再捞一笔？我回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我最幸福的回忆，我很想念这里，也更想念你。李曼，你说这些不觉得可笑吗？你有什么资格？是，我是没有资格。可是不管你信不信，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活在崩溃的边缘。如果你是想来忏悔的，那你来错地方了。我不是上帝，给不了你宽恕，请你让开。妈，爸，哎，还没回去呢？我在外面吃饭呢。你看，那个小江呢？他去洗手间了，等会儿回来。哎，我说啊，你们结婚之后都没回来过，明天啊，下了班之后跟小江一起回来。哎，我们给你们做好吃的啊。是。爸，他最近每天都忙，每天都加班。从结婚那天起就忙，哎，连吃顿晚饭的时间都没有吗？这不是忙吗？等过一段时间我们肯定回去看你们啊。小李，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她不愿意回来？
怎么可能啊，妈，你想多了。什么想多了？办婚礼没有时间啊，婚戒嘛也没有，对吧？我看他根本没把你放在心上。哎呀，你好了，是吧？妈，你知道的，我平时不喜欢那些外在的东西，而且每天带着这个，打电脑也不方便呀，是吧？对对对对，这傻孩子。我跟你说，再喜欢呐，也不能一味的迁就男人的，啊？妈，江一成回来了，我先不跟你讲了啊。哎，拜拜。洗碗去，不能迁就男人。打扰了，陆小姐，我们后厨快要下班了，需要现在为您准备预约的菜式吗？打球都提不起兴趣，谁惹你不痛快了？他回来了。李曼，三年了，你还没放下？要不是他出现，我都要忘记还有这么一个人了。我要没记错的话，他是你的初恋，还是背叛了你的初恋？以你的记仇程度也会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几年有多忙，况且呢，我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也不会为了他去浪费心力。你心里清楚就好。他回来干嘛？给你道歉？应该不只是道歉吧。他知道你结婚了吗？还有陆离知道你们的事吗？糟了，我居然把他给忘了。拿着球啊。喂，什么情况？先生，我们已经结束营业了。你好，有没有一个叫陆离女士的预约？那个位置是有个陆女士，不过她一直在等人，我们是关门了她才走的。谢谢啊。抱歉，我来晚了。没事儿，你来了就好。餐厅都关门了，你怎么还不回去？因为你没有说不来啊，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的。万一我走了，你不是白跑一趟啊？笨蛋，手机是摆设吗？都不知道跟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你有事耽搁了，所以不想打扰你。饿了吧？我们吃好吃的去。嗯，你的米其林三星大餐我给你打包了。肉锅干真好吃，我们中餐怎么不发明一下呢？你以为它只是一个鹅肝吗？不就一内脏吗？法国人在鹅出生1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会强制性的往鹅的胃里注入大量的食物，用这样的喂养方式，鹅肝就会长得特别大。鹅肝长得越大，卖的价格就会越高。太残忍了，我以后绝对不吃了。
这个。你是中彩票了吗？为什么来这么贵的餐厅啊？你追男隔层纱，你懂不懂啊？要不晚上你找个好点的餐厅约他见个面，然后话题合适的话，你就表白试试。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哎。哎。谢谢。可惜了，第一次出场就壮烈牺牲。对啊，你今天穿的很不一样，为什么要这么正式？这条裙子是小七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所以你想说什么？爸妈在问婚礼的事儿。我们就有一年的婚约，没必要大费周章办婚礼。可是父母不是这样想啊。我能不能管你要一样东西啊？什么？戒指。我们没有办婚礼，父母已经很失望了，要是连婚戒都没有，他们肯定会起疑心的。戒指这么有意义的东西，我可不想让它成为一个道具。把手拿过来。凑合戴一下吧。幼稚。幼稚。那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更幼稚。你说能让我开心的地方就这儿啊？这里的豪华程度已经超出了预期，包场待遇，随便玩。这些都是给小孩玩的。你很成熟吗？穿小学生睡衣的人。我都说了，那个是高中时候的睡衣。喂，快来。你连这个高度都怕呀？我是觉得他承受不住咱们俩的重量，你看他还在晃呢。哎，你试一试不就知道了？来。哎，不是你，你等一下，我裙子。怎么样？你，我的神来之手是不是给游戏增加乐趣？那你也来试试。我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玩这个呢？你个大男人系鞋带还系蝴蝶结呢。你，哎，你包不要了？哎，哎，你包都不要了？
真搞不明白，这种重复性单摆式运动到底有什么意思？你们女孩都喜欢玩荡秋千吗？嗯，我觉得女孩喜欢荡秋千，应该是期待着一个帮她推秋千的男孩出现吧。你要帮我推秋千吗，江先生？这种浪费体力的事情我才不要做呢。哦。哎，要不要玩个游戏啊？什么游戏啊？大概这么远的距离，我给你三次荡秋千的机会，只要你能碰到我，我就答应你一件事，反之你就答应我一件事。有点远。这才是打赌的意义啊。来不来？开始吧。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哎，我赢了。你这个小姑娘，胜负心也太强了吧！要不是我在的话，你就要摔得满地找牙了。我就是想让你回家陪我爸妈吃顿饭。我还以为你想要戒指呢。你已经拒绝过我了，我还是有分寸的。好，下次一起回家和你爸妈吃饭。嗯，你没事吧？没事。你是笨蛋吗？我怎么了？女孩儿要适当性的示弱，不要什么事都自己解决。哦，那你能帮我吗？哦。来吧。有点不太一样。好还是不好啊？脾气变好了，还照顾我的情绪，带我去玩。你就当做是迟到的补偿吧。那你今天为什么来晚了？你哪那么多为什么呀？时间不早了，你要不要先去洗澡？我还没擦完呢。哦，那我先去。
雷哥。哎呦，吓着你了，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我最好的朋友，你今天看上去特别的漂亮哎。无事献殷勤。这也不是话。我吧，我就想知道你那个闺蜜小七，她有没有男朋友啊？你想干嘛？我就觉得吧，就像那么漂亮、可爱、美丽的女孩，得有一个护花使者。能不能把她的微信推给我呀？那我得问问她同不同意。嗯，得问得问，你现在问，现在问，我等着。推给你了。这么快就回了？下次请你吃饭啊，老黄。哎，江总不是说过吗？男女同事之间要保持距离，你干嘛呢？是？哦，我就问他一些，情绪到了。行行行，大家准备一下，金主爸爸马上到，快。哎，雷哥，准备好了吗？好了，来，给你 demo。好。江总居然穿格子衬衣了。那是，江总今天势在必得，拿下一季的投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使用美男计呢。我也是这么打算的，为了投资不惜出卖一下色相。来了。原来是金主妈妈，这么年轻貌美的金主妈妈，江总有福了。头一回见这么漂亮的金主。是你？江总，我是 EG 游戏公司的投资代表黎曼。一鸣师哥，好久不见。不敢当，李总是贵客，还是叫我的职务比较好。我早就听闻贵公司是国内业界的新起之秀，所以这次来特地学习观摩一下江总公司的作品的，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合作。不耽误李总时间了，我们拒绝合作。江总，你什么意思？一成，我们单独聊一下好不好？好，就在这儿。二位，请跟我来。大家回避一下。老板谈话，大家回避一下，让你回避，你干什么呢？今天江总是不是吃错药了呀？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怎么说去就给拒了呀？如果你是想说合作的事情，我只有两个字：拒绝。我们三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果断啊，一点都没变。那自然是不如李总善变了。所以你拒绝合作是因为我？不然呢？你不跟我合作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我当成单纯的合作伙伴，是吗？那你确实是想多了，我只是不想跟背信弃义的人合作。
难道不是在等我吗？等你？你有看到公司那个女程序员吗？陆离。是喜欢你，我要穿过黑夜里为你，我努力的打印笔如记，随时待你，永不淡季，只为遇见你，想要在一起住进你怀里，走过每个四季。小鹿鹿，你跟江总这不错呀。怎么把江总骗到手的？哎，我什么时候在一起了？我怎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啊？是你追的他，还是他追的你啊？我们俩是父母撮合的。哎呀，怪不得呢，是我们这个部门唯一的特例，感情都已经见过父母了。你们这个保密工作可以的呀。哎。你小子运气太好了，原来跟你说情的是未来的老板娘啊。哎呦，可不是吗？难怪。小露露，你跟江总什么时候结婚的？这个不着急。不着急？你再不着急，江总让人抢走了。可不嘛，就是江总啊，跟那个金主妈妈关系不一般呢。对，是吧？你们知道这个李总的情况吗？李总，查查查查。黎曼，27岁，毕业于新海大学计算机系，3年前去国外深造，现任 EG 游戏公司项目投资部高级经理。合法查询到的信息就这些。哎，情况都清楚了，怪不得他管陈总叫师哥呢，感情人和江总啊大学就认识了，很有可能是江总的前女友。哎，江总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和前任的事情啊？对啊，就是前。哎，雷哥呢？雷哥去厕所了吧？这小子肾肯定虚，肾虚也容易掉头发的。哎，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就永远不重视这个脱发的问题。雷哥，得重视。老袁，这事儿得从娃娃抓起。大黄。这个真的，哇！哎呦，我的天哪！看什么呢？江总的那个官宣照，没想到他的尺度这么大呀！就是啊，给我看看。这江副总，这照片可不是我们拍的，这是群里传的。还有吗？啊，发给我，我妈看到肯定开心死了。就这一张，这。他怎么会在这儿啊？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好像就刚刚。刚刚。刚刚。快走了走了走了。那个，江副总，手机。黎曼，你们两个先在车上等我。梓潼，很抱歉刚才没有来得及跟你打招呼。无所谓，反正我们已经不是打招呼的关系了。我叫你呢，就是想警告你，
不要再来纠缠我哥。不管我和奕成怎么样，我们两个难道不能做朋友了吗？从你背叛我哥，一声不响消失的那天起，我就跟你绝交了。可能我这么说你不会相信，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伤害你们。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一鸣是我最信任的师哥，而一成是我最爱的人。你行了吧你？你最爱的明明就是你自己。说吧，这次又想从我哥身上得到什么？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补偿他，可是我没想到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啊，我劝你趁早死心吧，我哥跟陆离感情好着呢。可是前不久我还听说你哥在相亲，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应该不久吧？那又怎么样，就算他们只谈了十几天，我哥也绝对不会被你动摇的。哦，原来才十几天。反正我警告你，不许再打我哥的主意。完了完了完了，一鸣哥哥出事了，出事了。别慌，出什么事儿了？我刚去警告李曼，结果一不小心说了我哥跟陆离刚在一起不久的事儿，我是不是说漏嘴了？李曼应该是奔着你哥回来的，就算你不说，他应该也会从其他地方知道。啊，你说他怎么好意思回来找我哥呢？以前脸皮挺薄的呀，没想到几年过去了，不仅长了皱纹，连脸皮都跟着变厚了。这是你哥和他的事情，最好让你哥自己解决，我们都少参与为好。好，听你的。你盯着我看干嘛？你好看啊。子彤，我们需要谈一谈你工作的问题。你知道你们部门在忙什么吗？好像是在搞什么游戏宣传语吧。那个早就已经敲定了。哦，你怎么这么关心我们部门的事儿啊？不是我关心，是你太不关心了。你有这得天独厚的条件，动动嘴就可以得到别人努力工作好几年的职位，而你呢，占着别人珍惜的位置，做了什么吗？可是他们也没什么需要我做的呀。那你来公司做什么？追你啊，我已经把我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喜欢你了，难道努力工作就值得被表扬，努力喜欢一个人就是错的吗？我再给你倒杯咖啡啊。曼姐，你还好吧？我想过今天会很不顺利，可是没有想到是这么糟糕的结局。江总这脾气还不是一般人能招架的，不过他真人可比照片帅多了。他以前脾气更差，尤其是程序写的不顺利的时候，全公司人都不敢说什么。不过他现在看上去沉稳了许多。他们公司那女的看起来非常普通，跟你比差远了。他和以前的我挺像的。你不是说江总这几年一直单身吗？搞不好他就是拉了一个跟你有几分像的人归气你。
他不会因为我突然亲他生气了吧？李曼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们吃饭，还特意说让你带上女朋友。要去你自己去啊，我们可不去。他应该是想看看你跟陆离到底是真的还是做戏给他看。那你把地址发我。来，各位，你们都听好了，各处的灰尘一定要都打扫干净啊。磊哥，哎，尤其小路呢，仔细点。嗯，如果这个头皮毛孔被灰尘堵塞的话，很容易引起脂溢性脱发的啊。对，我们脱发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让我们未来的老板娘脱发呢？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可以了，您接着啊。哎呦，小路，这个工作特别适合我，解压呀。我来，你回去歇着啊。张组长，张组长，你们办公室缺不缺办公用品啊？哎，去！我要换键盘。你不是年初刚换的吗？倒是陆离哈，哦，你那台电脑好像是两年前的了，等一下我就帮你换一台啊。不用了，那台用着挺顺手的。啊，没事没事。哎，你这个椅子坐着也太危险了吧？库房里有一把江总同款的，正好给你用。对，不用了，大家不用给我特殊照顾，江总也不会因为你们对我的态度而受到影响，我也左右不了他的想法，我们大家还是像以前一样。江总对你什么样，我们今天可都看见了，我们公司未来的老板娘肯定就非你莫属了。是，这种玩笑可不能说，江总不喜欢把私人的事儿拿到公司里来说，以后千万不要说了。这么热闹啊。江总啊，我们是来看看设备有没有问题。对，那你们忙吧。陆离，晚上等我一起吃饭啊。这约个饭还亲自来讲呀，陆离，江总对你够重视的呀。就是，公司里的小姑娘啊，心都要碎一地了。是的呢，结婚的时候可别忘了请我们吃喜糖呀，记得请我们吃喜糖呀。走了，吃喜糖啊，陆离。陆离，请我们吃喜糖。走了。江总这是公开土狗啊。嗯。不用了。脚让一下啊！哎，这看着小苏有伤。哎，这是灰，你看。小倩，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是我来早了。哎，我家陆离呢？跟江总约会去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知道他跟江一成？今天刚知道的。江总当众宣布陆离是他女朋友的时候，全公司都炸了。哎，你想吃什么呀？我请你。小七，你怎么来了？反正不是来找你的。顾总，你们认识啊？他是我哥。啊，你们准备去哪儿啊？哦，我们准备去吃点东西，有空一块儿啊。叫他干嘛呀？影响胃口。啊，是，正好晚饭没着落，走吧。这么不客气的。哎呦，平时顾总在公司里挺高冷，这私底下还挺会照顾人啊。他这是洁癖，平时自己毛病多也就算了，还非要管着别人。我平时给你收拾屋子的时候，你怎么不嫌我多管闲事啊？是你非要给我收拾的好吗？来，吃点肉啊！你那么瘦，平时在减肥啊？他减肥？他只是从理直气壮的吃，到提心吊胆的吃的区别而已。顾墨，你非要在新朋友面前这么诋毁我，是不是？我只是阐述事实而已，你要勇于展示真实的自己，毕竟假象也维持不了多久。
第一次听顾总说那么多话。现在你知道他有多虚伪了吧？他这个人最喜欢装腔作势，平时呢最爱在家长面前装乖巧。我从小就深受影响，深受其害。原来，在不同人面前懂得变通不是虚伪，而是有能力。谢谢。哼，让人讨厌的能力你都会。我先去把单买一下。哎，估计啊是有点堵车，我们再多等他们一会儿。应该快到了。嗯。你想喝什么果汁吗？我给你点一下。特别好的颈椎按摩仪，我改天给你。没事，有陆离帮我按就行了。我知道你爱吃海鲜，所以特意选了这家。这里的虾都是今天新鲜空运的，快尝尝。你们也吃啊。嗯。嗯。嗯，这儿的虾挺新鲜，快尝尝。陆离，你不是海鲜过敏吗？你海鲜过敏？那是以前，现在好了。还记得我们刚刚创业的时候，有一次去海边团建，本来说好了要抓海鲜烤来吃的，结果鱼没抓到。一成的手倒是被螃蟹夹伤了，吓得我一直哭到医院。你现在手上的疤还在吗？时间过去那么久了，疤早就消失了。快吃饭吧。我去下洗手间。你们先吃啊，回去一下。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怀念过去的戏码演够了吗？如果你是想让陆离跟我心生隔阂，和我分手的话，你有失望吗？就算你不原谅我，你也不需要做戏来骗我。我知道你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认识一个人跟时间长短有关系吗？我认识你那么久，我真的了解你吗？那你真的喜欢他吗？你如果真的喜欢陆离，怎么会连他海鲜过敏都不知道？我未来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了解他。她就是个小女孩，
他能给你什么？他能在事业上帮助你吗？一成，他是真的不合适你。那谁合适我？出卖公司，出卖男朋友，拿着钱一走了之的你吗？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已经是过去式，我的未来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也去个洗手间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请你自重。你过敏要不要紧？明知道过敏你还吃，没有见过你这么傻的人。江一成喜欢李小姐是吧？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当事人。你最了解他们，问你比较客观。我能确定告诉你的只有他们曾经在一起过。那李小姐回来是要找江一成复合的吗？你跟一成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的。那如果我们这段婚姻结束了呢？他们就会在一起了吧？婚姻哪是轻易就能结束的？真的不行，但假的可以。你说什么？我跟江一成是协议结婚。原来一成之前说的复杂是这个意思。一成家里催着相亲，他结婚的动机我能理解，可是你为什么这么做？我很早就认识江一成了，在造梦师的那款游戏里。今年是我喜欢他的第五年。所以你是为了一成才来的公司？我之前还一直奇怪你为什么会答应结婚，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我之前看过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当我们买不起幸福的时候，我们绝不要离橱窗太近。我就像那个自以为离幸福很近，但是始终站在橱窗外的人。陆离，很多事情都是人为争取的。我为自己争取了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至少这一年里他是属于我的。但是计划往往抵不住意外。你要对一成有信心，就算他现在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你也要相信他的为人。你们在干什么？朋友之间的安慰。你怎么了？需要安慰？被丈夫带来赴前女友的约，正常人都会有情绪。什么丈夫？师哥，你什么意思？陆离不是一成的女朋友吗？我从来没说过
她是我女朋友。重新介绍一下，她是我的新婚妻子，陆离。我们走了。嗯。李曼，师哥，我先回去了。你后悔过吗？我在国外的每一天都在后悔，也在说服自己不后悔中度过。我这辈子只做过一件后悔的事，就是后悔让你进公司。如果没有你，奕晨或许现在已经在游戏行业的顶塔了。如果当初有的选择，我是绝对都不会走这条路的。我不想问你三年前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你也看到了，现在奕晨已经有了新的开始，我希望你也可以。师兄，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我放弃吧？是，这次回来我是因为一成，可是我没有插足别人婚姻的爱好，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只是需要时间去接受而已，先走了。等一下，晚上吃饭没有事先告诉你，是因为她就是那个抛弃你的女程序员吗？你别以为我们领证了，你就可以对我的事妄加揣测。我没有妄加揣测，这是基于逻辑。你当着李小姐的面对我嘘寒问暖，难道不是拿我当挡箭牌用吗？那你跟陈一鸣呢？他是在安慰我。安慰你什么了？工作上的事。啊，工作上的事就要搂搂抱抱？那有更严重的事，我头顶是不是要泛绿光了？你跟黎曼，我跟他什么也没有。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我不想回答你这种胡搅蛮缠的问题。放开！陆离，你不是海鲜过敏吗？你好，有没有治海鲜过敏的药？是你本人过敏吗？嗯，不是，是我太太，她吃了一口虾，脖子上起了红疹。药膏外涂，不要沾到皮肤，以免发炎。还有其他要注意的地方吗？这段时间呢，要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如果再严重的话，建议去医院检查。谢谢啊。
很淡，不能吃海鲜，还要逞强。那个，我买了早餐，医生说你要吃清淡一点。他没看到我给他买的药膏吗？哎，你去哪儿啊？不坐车啊？喂，竟然对我冷暴力！坐车算了，谁稀罕载你啊？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他不下，让我再道歉。考拉平时性格挺温顺的，这回怎么气性这么大？个人认为，考拉性格很温顺，生气几率很小。哼，生气几率是挺小的。但是发起脾气来，可是很暴躁的，好吗？如果你想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建议你去问一下考拉。这都什么破回答？简直一模一样。
老板，他是员工，要道歉，怎么说应该是他给我道歉。不行，来办公室。尝一尝，你们嫂子给你们做的饼干啊！哎呦，饼干！哎呦，来来来来来来！哎，雷哥呢？那雷哥去洗手间了。哎，最近他老是这样，一大早就去洗手间了，是不是用肾过度、肾虚啊？你别胡说八道了。小璐，露露，啊，过来，吃饼干，不错吧？嗯，哎，哎，老袁，嗯，我想问你个问题啊，这有媳妇儿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啊？你又开始了。我就想谈一场没有 bug 的恋爱，怎么就那么难呢？没有 bug 的恋爱，你就像陆离一样啊，找个同行，指不定一起修 bug。哎，好主意。我又不是补丁，你们怎么想到 bug 才想起我？哎，嗯，江总那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儿？哎呀，那个黎曼是谁？对，你这事儿不能大意啊！你还记得我们组为什么会成为和尚庙吗？嗯，你昨天是不是跟小七一起吃饭了？哟，小七吃饭呀，这是你。陆离啊，小七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对我这个印象怎么样啊？他陆离啊，我叫你来办公室，你没看到吗？没有啊，怎么了？游戏界面修改好了吗？昨天晚上就提交了。那战斗程序呢？那是我跟雷哥负责的部分，之前不是说下周再提交吗？哎，吃两杯吗？你们以后不许在办公室吃早餐。这不是早餐，这是零食。那就不许在办公室吃零食。你跟江总吵架了？没有吵架啊，但出现 bug 了。bug 这能说什么 bug？我要是再主动找你，我就跟你一样是笨考拉。生活就像编程一样，总是充满了突如其来的 bug。 你不是程序员吗？是啊，但不是每个问题我都会解决的。顾总监，如果你喜欢的人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比你更合适的、更了解他的人，你该怎么办？很简单啊，找出对方的缺点，想办法让他三阵出局。这么直接？对待情敌你还想心慈手软啊？那如果被三阵出局的人是你呢？在我这不会有这种如果，因为我知道我是他最好的归属。我是他最好的归宿。江总，李总没来，有事儿啊？以后由我代表公司来和您谈合作事宜，希望江总仔细考虑，公私分明。江，刘总，我们公司现在接受投资是为了增强基础经营，但是投资不能影响公司的自主性，希望这一点你能够明白。理解。我是很看好贵公司的发展前景，所以在昨天那场不愉快的见面后，依旧派我来商谈合作，展现我们的诚意。这是我司对易成现有游戏进行的评估。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江总，游戏行业寒冬刚过，由于业绩的不可持续性和爆款的不可预知性，其实很多的投资公司并不认同游戏公司的长期价值。那是他们的偏见。游戏的红利期虽然已经过去，但过去的几年本行业依旧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增长，相信贵公司也是因为这个才愿意投资我们的。但游戏行业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创意文化产业，创新才是推动它的重要动力。根据我们公司的评估，贵公司已经成型的游戏 IP 和市场上同类产品同质化严重，生命周期不足以持续后续的发展。你是想让我们开发新的游戏？我们公司确实不想押宝在现有产品上。创新固然是发展的动力，但是也伴随着风险。我们绝对相信易成核心团队能力，一旦我司通过你们新的游戏策划，不仅会立刻注入投资，还会利用我们在国外的发行渠道使它迅速的全球化。这是大事，江总可以思考几天后再做答复。不用了，我现在就告诉你答案，我同意。我能问你那么快想通的原因吗？因为一旦成功，面临的市场价值也是巨大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冒风险就能克服的风险。江总果然爽快，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怎么样？喂，李总，江一成已经答应了。做得很好。李总，我是觉得易成现在有的几个游戏成色都不错，已经优于市面上的同类游戏了。您为什么让我跟他们说公司没选上，让他们继续开发新游戏呢？你觉得成色不错，我觉得不够。江一成的能力远不仅如此。您是想激发他的潜能，让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我明白了。看看我女儿说话现在真有派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有事就直说。哎呀，我说你这个大房子是不是回国后买的？这得花不少钱吧？公司帮我租的。你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就先回去吧，我还有工作要忙。不急，我们先谈谈三年前的事儿吧。哎，那个小七啊，我看到有一部片子，爱情片，评分还不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下班来接你。哎，莫哥，哎，我刚想去你们美术部找你，这不巧了吗？在这儿遇到你了。有事儿？哦，是这么着啊，我们呢一直在等你们美术部的第一版效果图，我催了好几次了，他们一直没理我，所以我想请莫哥帮我说一声去。我们很熟吗？不是，我想看在小七的份上。意思是说你在追求他？的确，他算是我的理想型。本地人？不是，但是我家离这儿不远，坐车就俩小时。坐车啊？有车有房吗？没有。哦，我之前听说你为了一个女主播差点被辞退了。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跟你解释一下。哎，好了好了。小七呢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啊。她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套房。所以如果你们在一起之后，你打算要住他家呀？不是，这些东西我总会买的。你的条件不适合他，赶紧放弃吧。哎，莫哥莫哥。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忘了跟你说啊。我跟小琪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意思是说我不是他哥，更不是你哥。以后在公司请教我顾总监。你
你和他。是什么意思啊？哎呀。好呀，大概几点？不好意思啊，我下午有事儿，去不成了。哎，大黄，效果图要到了吗？哦，没呢。啊，这都已经拖了一天了，美术组怎么说呀？我没去美术组，中途有事儿岔开了，我忘了。大黄，你工作态度能不能认真一点？我们是有 deadline 的。我知道是美术组在拖时间，我们完不成也是他们的责任。你雷哥，别着急，别着急，实在不行，咱们往后延一天呢。工作不能拖，大黄，你工作这种态度还会出纰漏的，公司还会开除你的。雷哥，你这话就难听了，我是故意的吗？雷哥，大黄，这都少说两句好吧？啊，哎，别说了，效果图发过来了。这事儿一直是我对接的，怎么发给你了？大黄，你是不是得罪美术组的人了？所以故意拖你时间啊？谁发给你的？顾总监。哎呀，东西收到就好了嘛，都是为了工作。雷哥，这两天你也别加班了，早点回去休息。不行啊，这工作都没做完呢。后面的事情交给我吧，美术组拖时间，这事儿我有错。你小子，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哎呀，老袁，你不懂。大黄。我刚才有点冲动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了。我，雷哥，我知道你有强迫症，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工作完成。哎，这事儿也不怪你。哎，今天我有两张电影票，没事儿你找个人去看吧，不然浪费了。嗯，啊，也好，回去我也不知道干点啥。哎，舒天，咱们一起吧。我今天晚上不行，有团战呢。哦。去啊，去不了。要不我和你一起去吧。哎，好好，你们俩一起看个电影啊，转换一下心情，说不定呢能提高工作效率呢。回头我把那个取票码发给你啊。哎，好。哎呀，放松放松，看个电影，哎，真不错。哎呀。哥，嫂子呢？在办公室。啊，我刚从程序组回来，没人啊，他去哪了？我是他的监护人吗？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哦，吵架了，是不是没跟你说一声，自己下班了？是我的错，让你工作太闲了，还有心思管我的婚姻状况。哼，我想不关注都难。你昨天跟嫂子那浪漫一吻，现在整个公司都传得沸沸扬扬的。你跟妈说了？你是说？黎曼回来的事儿，当然没说了，不然妈昨天晚上就会打上门。要怎么感谢我啊？这个月工资给你照发。就这样啊？大小姐，以你迟到跟旷工的次数，我现在没有辞退你，完全是看在你跟我是一个爸妈的份上。小气鬼！妈本来让我喊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吃饭的，你知不知道嫂子去哪儿了？哎，你跟她说了黎曼的事儿吗？麻烦你先管好你跟陈一鸣的感情状况，再管别人的事儿。早就是我的掌中之物，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完而已。哎，我告诉你啊，你要继续跟黎曼不清不楚的话，小心嫂子有一天受不了你，报复性出轨。我告诉你，上班时间再来我办公室骚扰，立刻开除，没有下一次。你这婚后情绪太不稳定了吧？我建议你看一下心理医生。还有，现在已经下班了。让我进去一下，小罗，已经开始了。好，吃泡面吧。谢谢。
雷哥，你怎么了？刚才里面声音一响，我这心脏就跳得厉害，然后感觉呼吸也不是很顺畅。看你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差呀？啊？你现在还能动吗？能。我送你去医院吧。啊？医院呀？嗯。这么晚还不回家，连一点已婚妇女的自知之明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你要继续跟林曼不清不楚的话，小心嫂子有一天受不了你，报复性出轨。什么事儿啊？那个，你随便给我发一条微信。发什么微信？哎，你发什么都行，别挂啊。嗯？我发过去了，可是显示对方是拒绝接收啊。哎，发送成功了，你把我拉黑了。大晚上的，发什么神经？反正你也不找我，那你就继续在小黑屋待着吧。哎，怎么样了？哦，没事。血检、心电图都没问题。嗯。心脏彩超也没事儿。那会不会不是心脏的问题？是其他器官引起的心悸症状，医生也让我查了一下甲状腺，也没问题。哎，没事就好。嗯，那你今天回去好好睡一觉。好。哎呦，都这么晚了，走，我赶紧送你回去吧。哦，不用不用，我自己打车走。哎，别，你这我又会内疚的睡不着觉，走吧，我送你。嗯，行。十一点了，还不知道回家。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小鹿啊，今天晚上多亏你了，陪我这么久。干嘛这么客气啊，雷哥？周末的时候你就别加班了，好好休息。工作没完成，我休息得也不踏实。没事儿，医生不也说没事吗？嗯，开车注意安全啊。哎，拜拜，下周见。
我回来了，给你带了炸鸡。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哦，临时有点事儿。女孩这么晚出去不安全，你不知道吗？你是在担心我啊？我担心你什么呀？我同居守则上写了，11点之后不能发出声音。现在已经11:40了，你不是还没睡吗？你回来洗漱、换衣服什么的，那我能睡着吗？太吵了。那抱歉啊，这次确实是有事，我下回会注意的。你在看佩奇啊？你刚才说有什么特殊情况啊？哦，我们去看电影，后来看电影就是你晚回家的理由吗？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切，对了，把炸鸡吃完。莫名其妙。喝牛奶吗？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是我打扰你休息了。陆离，你自己好好数一数，你跟我道歉道了多少次？你有想过为什么吗？因为你总生气。不是你总是犯错。我犯错我道歉，有些人犯错只会狡辩。哎，我狡辩什么了？你说清楚。还能粘到嘴巴上。喂，妈。哦，我今天不加班。啊，好的。什么事儿啊？你妈让我去陪她参加一个聚会，你还一起吗？你们女人的聚会，我去干什么？哎，算了算了，你把地址发给我吧，结束我接你。真的啊？我怕我妈叨叨。你看这个花，哎，小黎，来，妈，怎么那么晚才过来？才到。静茹啊，这位是奕成的媳妇啊。阿姨们好。你好。哎，前段时间奕成不是一直在相亲吗？这么快就结婚了？可不是嘛，相亲了很多他都看不上，就见到我们家小黎呀，一见钟情。所以说这缘分来了，挡也挡不住。真是。是小黎是吧？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哦，我是程序员。哎呦，女程序员那真是少见啊。不知道是哪家的千金呀？我爸妈就是普通的职员，说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我还以为江逸成的眼光有多高呢，看来也不过如此。这位小姐，你是？我是你儿子曾经的相亲对象之一。不会打扮，
毫无仪态似的，穿得跟男人婆一样。江逸成的眼光可真是奇葩，喜欢你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款，这一点我确实不如你。你说错了。我哪里说错了？你不止这一点不如陆离，在我眼里你都不如他。就凭我看不上你，却能娶她来看，我的审美非常好，而且眼光非常高。你怎么都不知道还嘴啊？我还没来得及。不能考了。儿子，你怎么来了？哦，我找他有点事儿，人我先带走了啊。好，去吧，妈妈再见。哎，再见，再见。你说这小两口感情多好啊，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好有福气啊。来来来来，我们继续来，继续。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想看电影，不想一个人。可是我昨天刚刚看过。我是说，昨天那个不是很好看，我们可以看另外一部。那你选就好。刚刚谢谢你帮我。我的人还轮不到别人欺负。我是说，我的人只有我能欺负。好，以后就给你欺负。雷哥早。哎，早。你没事了吧？没事。早。大黄，你周末也加班了呀？化悲痛为力量。哎，那个电影是不是还挺好看的？挺适合情侣去看的。原来你买那两张电影票是……哎，别说了，别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要是恋爱也能像编代码就好了。各位，看一下那个打群的信息啊。创意征集令，公司将面向全体职员征集个人或集体的创意灵感，并择优开发。对了啊。这个创意项目呢，一旦被选中，创意的提案人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新游戏的开发团队，并担任与自身专业相关的主要岗位啊。哎，这不是策划部的事儿吗？哎，而且我们现在的游戏这还不错呀，效果。哎呀，用户永远都在追求新鲜感，就跟你看电影一样，你会一直反复刷一个电影。那不如我们开发一个像头号玩家这种绿洲的虚拟游戏，肯定火爆全球啊！哎呀，大黄啊，创意呢还得基于这个现有的技术出发啊。然后呢，有什么好的 idea 啊，你们可以在群里下载那个创意游戏征集表，或者跟陈总直接反馈。一旦被采纳，公司可以有奖励啊！哎，奖励就不必了。不过老袁啊，这不是强制性的工作吧？大家自愿参与的哦。如果要表现优秀的话，年终考评的时候可会酌情加分的，加分。哎呦，这不是逼着我们打开脑洞吗？我们手头上的工作都做不完，还要跟策划部抢活，哎呦，这压力这也太大了吧。雷哥怎么了？我去看看啊。哦，雷哥，哎，你没事吧？啊，没事儿，就是吧，又是像上次那种心悸的感觉。哎，你说我不会得心肌梗塞了吧？哎呀，不会的，你先别着急，平复一下情绪。上次我们检查了，心脏没事儿的，你忘了？哎呀，是。雷哥，你这个症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哎呀，就是上次江总要开除大黄那事儿，
哎呀，从那之后吧，我就特别怕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每次写完代码我就要检查好多好多遍。可越是这样吧，我就越控制不住自己想这件事儿。这想着想着，我脑子就跟是要炸了一样。哎呦！可那件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不要把这种压力转嫁到自己身上。是啊，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情绪啊。你就像昨天晚上吧，我躺在床上我就睡不着，我这脑子里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被狗咬的事儿了。哎呦，我这想着想着我就想，哎呦，我不会得狂犬病了吧？睁着眼一夜都没睡着，而且有一点点响动，我就感觉我就像受到了惊吓一样，手和脚就开始发麻，然后就感觉这胸口啊就像压了个大石头，喘不过来气儿。哎呀，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可再这样下去我这整个系统就要崩溃了。雷哥，你的硬件确实没有问题，是不是软件出了问题啊？你是说我这……走，我陪你再去一趟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哎呦，可现在是上班时间呀。身体要紧，我跟老袁请个假，快走吧。要不是你啊，我还不知道是自己软件出了问题。谢谢啊。是你那句话提醒了我。系统崩溃嘛，一般都是由软件引起的。啊，我去问问吧。我以前吧，总觉得自己是挺坚强的一个人，在网上看到那些说自己心里有问题的人，我还嘲笑他们。没想到自己也成这样了。刚才医生不是说了吗？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大，应该更注重心理健康才是。对。你要以后有什么心里话，就多跟我们沟通，大家聊聊嘛，释放压力。好。哎呀，也是。我现在就算是按时下班回家，也就是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太封闭自己了。封闭啊。哎呀。封闭。小鹿。小鹿。啊。哦，雷哥，要不然今天你就回家吧，别上班了。哦，不用，现在已经找到病因了，我这心里踏实多了。今天回去把手头工作做完，明天打死我也不加班了。走吧，走吧。哎呀，我现在就算是按时下班回家，也就是看看电视打打游戏，太封闭自己了。我们总是一个人在思路，孤独和 bug 在 battle。 我今天做了一些资料，根据调查，中国单身的人口近2亿，独居人口超过7700万。虽然有些人很享受宅的乐趣，但是有61.74%的人平时也会感觉到很孤独。现在有一个词叫空巢青年，就是说远离亲人独自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一个人吃饭看电影玩游戏，就像我们的生活常态。缺乏陪伴和感情寄托，没有合适的交友渠道，感到孤独是必然的。是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人会感觉到孤单、焦虑和自卑，他们这样的情绪无法排解，长此以往，他们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在想，如果有一款游戏能够解决在生活圈封闭的难题，让大家不仅在线上，在线下也能成为朋友，这样就好了。一成，你觉得这个 idea 怎么样？想法不错，但是如何打通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壁垒，才是这个核心玩法的关键。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还没有完善。那就好好完善，之后提交一份完整的创意策划书给我。这不自愿的吗？怎么，大腿疼骨了？没有啊，我只是觉得策划书这种东西应该由策划部的专业人士来做，我怕我做不好。不要紧，
公司既然是面向全体职员征集创意，那么看重的就不是策划书的专业性，而是对核心玩法独特的创意和想法。一个优秀的程序员要同时具备产品思维跟策划能力，况且你不是号称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吗？那好，我做，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如果我的创意想法真能被公司采纳的话，我希望由我来做游戏主程。你还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刚刚毕业就想一步登天。你知道要做一个游戏的主程要积累多少经验，担多大的责任吗？我知道，所以我想挑战一下，想试试，如果我做不好的话，你可以随时把我换掉。好，那我就拭目以待。李总，辛苦了。没事。曼姐，你工作再忙也不能忘了吃饭，是不是？要不要给你请一个钟点工啊，照顾你一日三餐？不用了。哎，艾米，嗯，你帮我订一张后天回去的机票。总部要你回去开会了吗？不是，还有这里的房子也帮我退了。那这就不管了，咱们玉成科技的考察期还没结束呢。嗯，我已经全部交给了刘代表，我相信他可以处理好的。怎么了？曼姐，你是为了江逸成回来的，你是知道的。我忘了告诉你，他已经结婚了。结婚？和那个程序员？怎么可能？是，我也很意外，不过是他亲口承认的。他不会是骗你的吧？以我对他的了解，是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跟我开玩笑的。可是这几年你为了回来，是有多辛苦到达现在这个位置，你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吧？你就这么放弃了？是啊，我为了光明正大地站在他身边。这三年来，我真的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你知道吗？我连生病了我都不会休息一天的。他们都觉得我是工作狂，不知道累。可是一成，真的就是我的人生方向。所以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傻的是，我以为他三年不恋爱，是一直在等我。我以为他公司不招女程序员，是因为放不下我。结果现在我才知道，我以为的，真的就是我以为。曼姐，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你仔细回想一下，上次看到江逸成和那个程序员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公司的人是不是也很惊讶？他们好像确实不知道他们是情侣。对啊，他们公司又没有不允许办公室恋情，那他们为什么要隐晦呢？逸成的确不是这种藏着掖着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就很蹊跷。你也跟我说过他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久，那就这么突然闪婚了。你说的有道理。我会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小鹿，哎，哎呀，
这下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这身上啊舒服多了。接下来只要 debug 就行，这个是你的强项。这次这件事儿多亏了你了，今天晚上我请吃饭，千万别拒绝。那我可以点菜吗？必须的呀。走吧，陆林。江总，你不是早下班了吗？怎么还没走啊？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哎，你和江总是不是有约啊？没有啊。你现在的记忆球红得发亮。我真不记得我忘了什么。你忘了你刚刚接下了重要的任务吗？时间紧，任务重，必须争分夺秒。我这个没有忘，我会抓紧时间的。抓紧时间去吃饭吗？那个小陆，要不咱们吃饭的事儿咱们改天再约。那个江总，我先走了啊。雷哥，哎，这个车是你的呀？对啊，怎么了？你们最近走得很近啊。哎呦，江总，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最近我身体不太舒服，小陆纯粹是出于同事的情谊陪我去医院看病呢。你生病了？身体的软件出了点问题，调整一下，重新装个系统就好了。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啊，好，江总，您放心，我不会因为身体影响工作的。好，那您先忙。你是跟雷哥去看电影了？大黄多买了两张电影票，不去浪费了。后来雷哥身体不舒服，我就送他去医院了，所以回家晚了。那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啊。你啰里吧嗦没有重点，我当然。总之你如果策划书也做成这样的话，小心我给你打过去重做。知道了。上车。每个情感关系里都有漏洞存在，与其战战兢兢地提防黑客入侵，不如主动修复，为自己争取感情中的主动权。高高的你有着幼稚的声音，很天真很小气，小小的我在你身边有点压力，有点不敢靠近。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这样一天才会过得有意义。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闹，打破这夜晚的静寂。电话响起，心里祈祷会是你，只要你声音响起，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意。你的话语总是带着点稚气，所以我总是欺负你，对不起。有时候你会有一点点任性，臭脾气带着醋意，所以我只好就让着你，哄着你，快快雨过天晴。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这样一天才会过得有意义。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闹，打破这夜晚的静寂。一首歌送给最爱的你，未来的路我们要一直走下去。电话响起，心里祈祷会是你，只要你
终于想起，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你你的汗总是带着点稚气，所以我总是欺负你，对不起，没关系。